者中志海台北报道，2017日本 AV 女优冠军高桥圣子拥有32D 爆足，少女神情爆菊，一看主持人张艾雅包很紧。在佳明簇拥下，高桥圣子亲自亮起也有地奶的张艾雅，掐出 Q 弹手感后，他说90约建立。张艾雅分析，若日本规格他是几，但欧美是一。此时乡民疯狂留言，张艾雅高桥一阵失控叫叫，但他发现高桥圣子知名度是于三上优雅及明日花绮罗。江明说多来大家会多认识。高桥圣子说很快在下月9号带住他的乐团到台北办演唱会。江明左起高桥圣子张艾雅 UPLIVE 提供江明左起高桥圣子张艾雅 UPLIVE 提供。